他是身上有少年气，出生的时候就被冠以这个责任，但他并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履行这个责任，他也并不了解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。当我们讨论到弟弟作为出演人选的时候，我跟导演一拍即合，认为他身上具备少年气，具备可能性，具备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那种精神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哇哦，有一季了，可以啊，我养着来做那个被提现的单棒跳戏。他能够非常快的切换，这个人物表面冷酷，但在换身的时候又表现出可爱的样子，这种反差感对演员的挑战是非常大的。就只能是第一下啊难受以后，然后第二个钉子拿的时候嘴这儿来，然后看着跟前面有一帮不砸。本座在此立誓，10万将士一日不归，本座体内的双眼钉便一日不去。